王公公，朕初当皇帝，对朝廷的规矩不是很清楚，请问当皇帝有什么精彩？回皇上，当皇帝不止精彩，是多姿多彩。比如说什么呢？回皇上，翻牌。翻牌是什么？皇帝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宫里都会安排人伺候皇上，供皇上享用。哼，有这么好的事儿，难怪每个人都想当皇帝。是的，皇上，这就叫侍寝。侍寝？回皇上是侍寝，不是色情。哼，对朕来说都差不多一样了。那朕是女皇帝，有没有这个福利啊？回皇上，有的。奴才已经在后宫挑选了七位壮男，随时候命。深入虎穴，深入虎穴，陪皇上出生入死啊！出生入死啊！深入虎穴，出生入死。王公公，你好坏哦！皇上息怒，不过朕喜欢。还在等什么？可以开始了呀！是皇上。皇上，请翻牌挑选。这个，哦，王雷，哎，这是人吗？回皇上，他是人，只不过有一点鱼腥味。朕今晚不要吃海鲜，就选这个吧。哎呦，宋仲基啊！哼。这个好，这个很好啊！传宋仲基，传宋仲基，传宋仲基。哎呀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让我春心荡漾了。来人呐，把宋仲基送入皇上寝宫。沐浴净身，准备侍寝。那朕现在呢，也去寝宫沐浴更衣。皇上，请留步。微臣有更好的人选要奉献给皇上。有更好的人选？这是微臣到乡下出巡时找到的民间高手。此人武功盖世，是当今武林人人闻风丧胆的武林高手啊。他的特色是出手很准快，外号筷子手。哎呦，听这个名字啊，朕有一点感觉了，倒想见识见识。传，来人啊，传武林奇葩筷子手拜见皇上。哎，在下武林奇葩快执手叩见皇上。平身露脸啊，谢皇上。李公公，你是太离谱了哈，你怎么把一只老乌龟拿来当宝物送给朕啊？回皇上，人不可貌相，人不可貌相啊。这人我人头担保。好，这么说的话一定是机会。皇上请放心，这榴莲包吃啊。可以开始了。嗯，哇哇哇哇，还有一招，花拳绣腿，丢人现眼呐！我们这个三岁都会了。哎呀！好，真的是好身手，人不可貌相啊！谢皇上，看得朕啊春心荡漾。
春心荡漾，现在就回寝宫沐浴更衣啊！稍后见啦。我的心里全是你，我竟忘了我自己。天上的星星，地上的花儿，好想你，你如今难忘记。你的影子在心里。罗外道，走！哎，快大侠。你昨天不是让皇上心花怒放吗？为什么今天要砍我们的头？你说啊，你说，你说啊！因为昨天晚上我很快，很快。哎呀，你身手快那是公认的，事情这种事你怎么能够快？不是那种快，是我很快就睡着了。啊啊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？你先让我讲啊！因为皇上有一张皮囊，很舒服的，我一躺下去就睡着了。没想到我武功高强，竟然会死在一张皮囊的手里，好安排了。各位乡亲父老，我就是被这张床害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躺下去就睡着了。说真的，这张床真的是很舒服的，朕每天晚上也是睡这张床啊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朕特别要介绍给所有的子民，所以呢，我就告诉那个厂商要给大家特别的优待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只要买两张床，每张价值799，你就可以获得多一张799的床，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价值599块高档的吹风筒。各位子民，我不是常常给这样的优待的哈、哦，又睡着了。来人呐、啊，再拖住你站一次！我没有睡，我没有睡，没有。还说没有睡，来人了，快点去斩！各位朋友，机会难逢啊，赶快打电话啦啊！